定灯一样啊，这个呢可以呢要来啊教学用的啊，比方教学呢就是说我们啊红绿灯呢不是这个颜色的啊，现在啊给大家玩一个游戏啊，现在这个啊橘色啊橘色在号码在一，我可以把它变到三啊，很厉害的，只要我放在后面一拉出来呢马上你看很神奇的变到三，对不对？如果要变一一样可以啊，我们再给你看多一次，哎马上就可以变一，对不对？是不是很神奇？然后有一些朋友说，哎不是了，这个一当然啦，转来转去如果变在二就是厉害的魔术师了，好没问题啊，看咯啊，给大家看这里是二，对不对？一二三我们摸一下马上变在二，哎我虽然说哎后面啊橘色有没有变呢啊，在后面是一或者三，对不对？所以呢错了，因为这个呢我们给你打开看一看它是什么，三个都是蓝色你又猜错了，但是最厉害不是这样，因为这个是有没有感觉它是红绿灯，所以我们一二三变，你看马上变成红黄绿三个颜色，后面都是一样，对不对？最神奇的你看，嘿一拖，嘿变成一条丝巾，对不对？再来，嘿又可以变成一条丝巾。然后呢这套魔术有什么好处呢？它可以呢啊把这三条丝巾呢还可以变其他的魔术，比方啊这三条丝巾呢可以往我们啊这个唱片变颜色啊，或者说三年彩金啊，还有其他啊很多种的魔术啊。好了，那怎么玩呢？我们现在把这个道具讲。